拔槍，呢條入彈，呢條補充子彈。每日一接到有人報警，我哋都要去現場幫市民啦，去解決佢哋嘅問題啦。咁另一方面，當啲暴徒嚟到警署嘅時候，我哋亦都要全部人回防翻嚟，去保衞個警署。我冇擔心過我出鏡係會令到我有危險嘅。我係一個警察，我有啲咩唔可以面對大家，問心無愧就得噶啦，知唔知？每一日都会攻击我哋差馆，我哋根本清点唔切啲装备，每一日都系喺呢一阵味道嗰度去开工。以前嘅香港啲人讲道理啲嘅，唔会好似而家咁样，好似俾人蒙蔽晒双眼，睇唔到一啲事实，佢哋净系见到一啲佢哋自己想睇到嘅嘢，呢个好心痛。唔明点解有好多其他嘅资讯可以话俾你听个事实唔系。但他們是偏偏要相信一些很單方面的報道，一些留言。當時我看到的畫面就是對面幾個街口已經是起了100支彈的黑衣人，當然是不想令到對方去受傷，但是我亦都要保護警署或者其他人，即是訓練以外的第一次開槍。那刻的感受是有些緊張的，因為始終這麼多年警察的生涯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畫面。但是我要告訴自己，我不可以害怕，不可以退縮。當然會不開心啦，即其實警察站出來都是有人犯法，我們想維持治安，拘捕犯法的人，為什麼會有一些不明白事理的人去這樣侮辱我們呢？其實警察都是人而已，我們都是在做我們應該要做的事。犯法那個是你，但是為什麼要顛倒個是非去話回我們轉頭？每日在新闻画面如果没有冲击事件的时候，是我最开心的时候。那天终于平静了，香港回复以前我们见到的香港。